生系列的巡演，其实江浙沪一带来还挺多的，苏州啊、杭州啊、上海啊，全都去了。然后这边支持我们的朋友，其实也非常的多。这么多？这支烟抽完之后，我们就苏州见了。那时候就要窜。我们今天来苏州，准备明天在毛 Live House 的一个室内的演出，然后我们12号要到迷笛音乐节去参加演出。到了住的地方之后，可能简单的休整休整，大家休息休息之后，今天晚上10:30就要试音了，为了明天的演出做一下准备。嘿七，嘿，嘿七七七。七七 OK， 你们好，我们现在在苏州毛 Live House， 现在是6月11号凌晨1:30。这是我们吉他的技师正在帮我们收吉他。这次我们团队呢有灯光师、调音师、摄像、摄影，还有一个吉他技师和一个鼓的技师。对，现在大家准备收摊了。这是我们贝斯的技师，贝斯技师啊，自己和自己当技师是吧？对。哎，这我能推一推吗？推呗。哎，快看，变了，对你没有影响吗？我碰完这个东西之后，哎，灯光，我这，哦，光盖盖了，那个蒸锅的包子好了，那个，这什么呀？就弄古人君的吧，贝斯这块好吧，给他弄一弄，动了可以动是吗？动呗。先给他们都拉下来，就把我一人推上去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说我操 ！CH 嗨嗨，吉他刘，吉他张，看了吗？我也没碰上过这种情况。是我啊，对，就是他，是我，就是他，还真是你。那个你玩完吧，你不是把你那路啊单独怼到头了吗？我知道吗？然后其他的全拉下来了，是吧？我就是风中孤独的一匹狼，看了吗？风中孤独一匹，这个，赢了。这肯定赢。从局面上来讲，我就赢了。但是在那个状态下呢，咱是没动的，就被别人给存了。结果呢，被后面的好心人估计给存了。结果今天一开呢，就是他那个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就是刘斌的吉他怼到头，完其他全是平的，他妈也惊了，我操！太湖迷笛我们又来了，今年在溧阳，非常高兴。战国舞台，我们现在又是夜里的试音，还有这么多的工作人员也都没睡。几点？2点。对，2:10，好吧。这么多工作人员都陪着我们在一块儿都不睡。1, 2, 3, 4, 1, 2, check, check, key, hey, hey, hey. OK。哎，今天是6月12号了，现在是欧洲杯。妈没打着杯子。啊，刚才我们中国队好像已经赢了马尔代夫，5-0，5-0。嘿嘿 ，one two，你说我是你看不透的颜色，冷漠的无法触摸，遗憾那些没说出的话。绽放在离开之前，你说我是你看不透的颜色，冷漠的无法触摸，遗憾那些没说出的话，绽放在离开之前。
随便，没事。时间紧，任务急，还是拿下来了。感谢相聚，在每一个现场。